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丁，欢迎回到 R2N 重燃战火。那我今天进行的是一个封测期间的游戏体验啊。其实我过去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，所以这一次算是第一次体验。今天玩的角色是弓箭手啊。这个游戏本身有四个原创角色，分别是骑士、弓手、法师以及刺客。他就只有骑士这个角色是可以创建工会的，这是个蛮特别的设定。他没有所谓的王族，你想要当会长的话，你必须强制玩骑士。那他每个角色都有分男生跟女生，那女骑士还蛮正的，我觉得哦，蛮正的。哦哟，法师女法也不错，女刺客还行哦，这可以。好哦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我的角色去吧，开始。哎，丁丁百分百。然后我们现在玩的是封测啊，那这个游戏其实它的内容还蛮多样的，主要的系统有哪些呢？首先任务系统嘛，不用讲了，一定有，游戏必备。你只要达到固定的任务、固定的成就，就会拿到很多丰富的奖励。它的主线基本上就解任务啦，你跟着任务走，它蛮简单的，你不需要特别去思考。它目前前期的任务啊，大概就是以打怪跟对话为主，你只要自动飞，飞到定点，它就开始攻击。当然了，攻击系统也是蛮简单的，就是按 auto 就好，它自己会帮你设定。它的变身系统的卡分别有普通的白色、高级的绿色以及稀有的蓝色、英雄的紫色以及传说的红色。那传说的目前是还没看到有人取得，因为是封测嘛，它是只能合成出来的，不能用抽的。那用抽的可以抽到最高抽到英雄。变身卡也是牵引的这个所谓的属性啊，属性强化的图鉴。它会永久提升你人物的基础数值，图鉴啊也是账号共用的。再来就是宠物，宠物就是我们俗称的娃娃，它也是有分为普通、高级、稀有跟英雄。封测里面是没有到传说级的，红色的是没有的，最好就是英雄。那我们再看，它依旧有那个图鉴功能，当你完成了图鉴收集之后，它就会出现这些东西，代表你的图鉴能力达成，然后你就会变得更强大。我来变个英雄变身，像这个英雄变身我就很想变，你看一下。他的英雄变身有双 hit，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次攻击判定两次伤害，很特别。然后这游戏还有个精华系统，这个精华系统呢，就是可以让你塞宝珠，它分别有一般精华以及强化精华，这算是属于特殊精华，放在下面这一排的。它是时间限制的，等于说它是时效性精华，然后能力只会比较特殊、比较强。精华基本上它主要是分为这五个颜色，分别是蓝色、绿色、红色、紫色以及土豪金。它这个从最小颗往上升一阶，它能力值就会大幅提升。比如说，你看小颗的只有 MP 10 ，MP 回复量加一，然后你只要稍微升到一个蓝色大颗的，它就给你 5% 的魔力消耗减少。它每个都是这样的感觉。你如果真的想要把它变得很强的话，就是把这些都往上升。但是我必须跟你讲，升这个属性呢、啊，它没那么容易的，它不是说百分之百成功的，看还会失败，还是会失败的。所以这是也是要赌人品。下一个是做系统。他一开始就把所有的装备都给你看，你只要有能力你就来做所有的装备各职业，特别注意一下双手剑啊，这是骑士在哪的，他不是刺客，刺客拿的是全刃，弓手拿火枪跟弓，法师拿法杖，骑士的武器超级多，小至短剑，大至长枪，都是骑士在哪的。你看短剑、单手、双手、双手刀、双手盾器、枪。骑士有六种武器系统，这根本是为了骑士而生的。事不宜迟，既然我们身上有封测的35000钻，让我这个游戏稽查员来稽查一下他的几率如何。开抽，我们看一下抽卡，第一抽，哦，这样子有没有出现不一样的卡面啊？他怎么样判定是不是高级卡？让我们来看一下、哦。抽，我们看这个，哦，发着光，代表它可能长得不一样。叮，八选一，哦，它是从这里面八个随机选一个，好特别。可是这个有没有紫色？有没有机会紫色？迷吸手，你什么？不行，我们今天没有紫色，绝不低头。继续抽，好，继续，应该，哎呦，来了，音波，好像蛮可爱的，
蛮可爱的。哎呦，属性一直加哎，我们换变身看看。变身会不会比较好抽呢？不可能。它这个绿色蛮多的，等一下我们搞不好合一合，合到紫色，对不对？就算你抽不到，还可以合成嘛。好，有了，我们直接开它。哎呦，这个搭配组合应该是蛮容易出现紫色的。来吧，紫色弓箭手，蒙面暗杀团，蒙面暗杀团。哎，紫色的，不过是刺客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它好像可以转卡，对不对？它有那个转卡系统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看这边出现在转的，金色在转，代表它叫你转卡了。这个替换一次。它是随机的，目前卡牌我可以换这么多东西，我看能不能换个弓箭手试看看，替换长怎样呢？替换卡牌，弓手有吗？里面有三个弓手，可以给我们这个奥金弓箭手，拜托，奥金弓箭手妹子，我要，哎，第二替换，没事，我们再换一次。我们非攻守不留，这次 有一样，恶魔猎人、蒙面暗杀团跟奥金弓箭手三选一都行，都行，都行，拜托。什么？海神？海神行不行？就厉害，排前面的最强，所以海神是50%攻速的。哎呦，离最强的还有一段距离。哎、欸，不会，其实不弱哎、欸，50%近战，其实还不弱哎、欸。啊，跑速特化，哦，这只是跑速特化的，哎、欸，还不错哎，这样我会想玩骑士看看，但这只应该是最强的啦，暗黑骑士最强，还有额外加成，因为跑速14%嘛，攻速最快，这只也不错，可是这只限定拿单手剑，他这些角色都有一些直接特化，像这个有一把单手剑嘛，他就是专属武器，拿单手剑的时候特别强，然后这边就没有，像这个是双刀特化，拿双刀会特别强。目前我看下蓝卡、喔，就是恶魔增伤、不死器增伤，它会显示一些能力值。像你如果没有要针对一些特殊性敌人攻击的话，你就选择这种全伤害增加的就好。比如说我用这个召唤这只，很像兽人的那只。这个还有个系统叫做收集品系统，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些装备丢到收集品里面去。但是这样子太无趣了，我想要重装。它这个强化系统，你可以选择一个一个强化，它会告诉你装备到什么时候会爆掉。但是我决定选择力量强化，你要注意不要得到那个一的哦，一的代表是你身上穿的。然后你看到这个红色会爆掉，代表它超过安定值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从6开始强化，卷轴纠房卷进去，开始强化。过两个，这时候我们回单次强化，那我们再往上强化。他们加7啊，过单装，哎、欸，真的加7嘞、欸，好爆了爆了！那这个我们也给他强化吧，看他们加8，加8掠夺者长弓，哎、欸，真的加8嘞、欸！他的游戏本身就有交易所系统，和交易所的话，角色要达到50级才以上才可以进行买卖，我现在28级嘛，而且你看这边左上角是暗示的什么东西呢？它有分普通伺服器啊，可能还会有跨服伺服器啊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未来式的东西。它这个等级要升到50级其实不难，封测大概3天吧，现在已经有人40级，快50了。它到50级不会很难。充等啊，它有经验副本，你去经验副本这边，像这个经验副本里面充等，听说经验值会升超快的。然后还有这每日副本，然后里面会掉一些属性值，这个是针对之后。你要制作材料或是一些交换道具要用的，然后这是你的综合属性，它的属性有分为力量、敏捷、智力，然后就是它搭配它的对应的属性，像我们弓箭手主要是以敏捷为主，所以我全部都是灌敏捷的部分。那敏捷会影响到远程攻击、远程命中以及暴击率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游戏封测期间的初体验啦。我相信正式开服的时候还会有更多的活动以及游戏内容在等着我们。那我们也一起期待能够在政府之间相遇啦！我是丁丁，大家拜拜。